中午回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他拿抓一只章鱼皮试脚。是啊、哦。三只都是跑去抢吃，漂亮极了。他拍到人就跑了，就说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我们说好像好戏才要登场，有没有？今天更好，他今天不错。嗯，踩到脚了啊！踩雕东西了、这个树是很贵。这边刚进来还是没有。在里面啊，在里面啊，在里面动了，要拔毛，再拔毛了。我的，他在抓抓东西，在拔毛。这个拔毛黑。小鸟有能力了，那个地方可以不同。是。没有啊，他没换位置。教练讲，那紧张，瞬间，要不然躲在那边。